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台风天的今天然后来到折舞。对，我们折舞第一次有那个台风来凑热闹这样，所以应该是这个主题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对，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第一次来到台中折舞呢，可以举个手吗？还是有一些人。然后我还是先介绍一下哲学星期五在台中哦，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然后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有些朋友呢聚集在一起，然后讨论一些公共性的议题。那这样的起源呢，其实在1930年代在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叫马塞尔那边开始，所以他一开始是找一些朋友，然后来到他们家里，然后讨论一些有一些公共性的议题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在台湾的话是2010年在由福大的陈信泰老师这边开始在台北这边发展。那一开始也是有几个好朋友，可能是一些好朋友，然后在聚集在一起也是讨论一些事情哦。对，然后慢慢的在各个县市，比如说像台中这边，然后可能在高雄，可能在云林这边都有慢慢发展，说在地的一些哲学星期五的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公共论坛。对，那在台中呢，哲学星期五在台中比较具特色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在地的议题，那也有关于就是我们一些世界性的议题，比如说像一些普世价值，像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讨论死刑的这个议题。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模式哦。所以我们是有哪些人组成的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志工组成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每次折舞都会在那边放一个艺术箱，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小零钱啊，或者是有一些余力的话，可以放一些可以放一些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资助的一些。有些款项，因为我们像讲者他们都没有收演讲费，也没有收出席费，但是呢像有些讲者他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可能在台北或高雄，我们就会稍微赞助一些车马费。对，所以我们因为都是我们是志工组成的，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资助车马费的这个部分。那像今天呢，今天就是有一本《越狱人生》，对，这边的话是提供义卖，一本是250，那刚好跟我们的主题是蛮可的，对，所以就是可以有兴趣的话，折舞结束后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样子。好，那哲学星期五呢，其实还有两个主要的一个理念哦，就是说我们是以群众为主体，就是大家来到这边，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要表达。然后都可以很畅所欲言的，不是说只有在台上的讲者才是主要发声的人，而是说在台下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一个可以表达意见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以金据言，就是说我们不沿用一些很艰涩的理论哦，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是用白话，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给其他人知道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是以群众为主体嘛，所以我们只有传统就是要自我介绍，然后每个人的时间是10秒钟，对，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然后你对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说这样子。那我看到这边，可是我要从后面开始。嗨，大家好，我叫彼得，我今天是路过来听，就这样，谢谢。叫什么名字呢 ？Peter。然后从哪边来？台子。大家好，我叫林哲徐，我是从台子来。然后呢，我今天是因为平台有在，三声曲，然后就是对死刑议题也是蛮有兴趣的。然后我只是就很想看看说，这不管是你是支持废除死刑，还是那个不支持废除死刑，然后我很想看看说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到底如何对话，因为我看其实
每次在网络上其实很难对话，因为一个有点类似文明人，然后有点类似野蛮人，所以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可是每次对话都是很，就是没有对话起来，或是对话的品质很差啦。那我想说看，听完今天演讲后，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切入的点或思考的方法，跟不同理念的人看一下怎么对话的。好，大家好，我是李承哲，然后我是今年台中一中的毕业生，然后上礼拜参加过林心怡老师的林心怡执行长的营队，然后跟他讨论过有关执行的议题，然后觉得讨论还不够，所以今天又来了。对。我叫张敏芬，我是综合医学生，就来听听看的。刚刚成功是台中海大学，然后就是入国的。我是法子，然后我会今天过来是因为看过那个主讲人在巴勒人类学的一篇文章，然后对那个讲者就是印象深刻，就过来。等一下他主讲的时候结束，可以再跟他交流一下，说是不是文章跟本人是一样的。我是亚洲大学的，然后叫哈曼。我是今年高三毕业生，然后我是比较。大家好，我从普里来哈，在我跟秀月一起来的。那我跟秀月对这个疫情啊，常常会发生一些变化。来，毕竟周老师，周老师跟介绍。大家好了。我路过的，对这疫情很有兴趣。大家好，我是袁浩，我是目前是一个文化工作者。那就是我是一个对这个议题没有立场的人，那我希望今天可以寻找到一个我可以去支持的立场。大家好，我叫国轩，然后我对这个立场很兴趣，然后大家两派都各有各自的主张。那我是 Edison， 我是东华语言系的毕业生。那之前我们在华语也有办过哲语的这个讲座，我想听看在学校里面办的讲座跟外面实际上办出来的哲语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那同时对这个议题蛮有兴趣的。大家好，我叫黄杰，现在是台中一中准备升高三的学生。那最近就是都在停学，这个我很就想说来听一下讲座。对，大家好，我是陈志勤，刚从台北搬到台中，对死刑的看法就是杀人偿命也没什么关系啦，但是我不喜欢把这个权利交给政府的责任。大家好，我叫刘思凯，然后我现在就读阳明大学。大家好，我叫郭立颖，目前在读医学。谢谢。我叫吴雅婷，上班族。我是国民中高中，我是福平，我是来工作，我是孙玉婷，是中国药大学学生，我是李宏立，大学刚毕业，我叫童玉君，大学毕业很久了，他为什么会来？在哪边看到？但明明是你约我来的。我是雅竹，然后很久没来之后，我对这个议题还蛮有兴趣的，虽然是他约我。对，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一个来的，然后就是看议题有兴趣，又是一起来的。我叫林若明，我台中市区的人哦，我主张台湾独立。然后我是陈家凯，我是现在一中高三学生，然后今天有听过执行长在学生合作。这些非信息我们在香港也常用到，对，就是跟双方的联系。然后这些工商服务站就是我们是目前在进行课堂议题的宣讲的主讲推广，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高中生就是像我们高考生，就是现在考的这个背，就是五背的时候，不知道还不知道怎么说，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在推动议题以及读书上面来回这样。那我们在下礼拜会在墨西哈也有办一场讲座，然后叫《论战的反思》，对，主讲的会有台大历史的华裔根教授，他就欢迎大家来
知道一下说学生在干嘛，那教授跟老师的关系又是什么？对，大家一起来分工一起，那高中都只要分工可以是吗？好，等一下时间地点再说一次，7月15号礼拜三，礼拜三的晚间，应该是6点半到9点半，6点半到希望大家6点就可以到。在默契咖啡。对，在默契咖啡，就是台东之间包隔壁那间。对，就是台东那间包隔壁的默契咖啡。然后主办单位是台中中魔术公司，大家可以去 FB 搜寻一下。我是伟安，就透过朋友在 FB 转发讯息而得知有这场活动，然后也跟该位朋友进行了对这一题的讨论，那希望能参与更多。好，谢谢。跟朋友讨论有激烈吗？还好，非常平和，非常平和，很理性，对不对？非常理性，非常理性。大家好，我是泽武的志工，欢迎大家常来，谢谢。我是秀秀，我们是全家一起来。这个议题从我们家餐桌，就一直讨论，然后在好班会不会有给我们新的灵感，回家继续再争吵。谢谢。大家好，我是暨大人类所毕业的邵丽瑜，然后就是今天会来这，因为我来这我是第三次，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实习的议题，然后是上次是 Freddy， 然后也是因为雨辰介绍我来，然后因为今天来就是台前坐的是我的指导教授，然后特别就是一定要来捧场一下，就是我们都是荣家班的成员，所以要一定要过来支持一下。大家好，我是高鲁。我现在是全职妈妈，今天有人带小孩，就先来等等。大家好，我是徐佳，我在暨大学读，今天也是跟老婆跑把小鹿丢在家里过来看，因为很想听人类学的小鹿怎么这个意思。关注下去，然后待会拿来给我看，然后跟我说一句，就你对好办的想法之类的，可以换到一张抽奖券，而且奖品蛮好，我自己都超喜欢，会有我妹手机之类的。好，谢谢大家。那个是真的电脑，对不对？是真的电脑，是模型之类的，是真的可以抽。嗯，谢谢。大家好，我是陈冠伟，我是大学社群学系休学生。然后我要工商服务一下，明天在后里红石榕服务处晚上7点有一场反黑箱课纲的讲座。大家请踊跃参加。好，我们课纲议题最近非常的热哦。大家好，我是暨大附中2年级要升3年级的学生。然后其实我之前是自习实习的，所以可是最近有发现一些值得讨论的，所以希望过来这边可以了解更深入的一些。大家好，我是阿峰，许文光，我是泽武的志工。然后。年轻的时候曾经支持过实习生，我已经很久没有支持过实习生。谢谢。大家好，我是泽武的志工，我叫陈汉。好，谢谢。大家好，我叫 Sandy， 然后我是上班族，我只好奇看看这个议题。大家好，我是如安，然后来自东华大学。大家好，我是如潘。大家好，我是黄小奈。大家好，我是陆伦吉哈。因为刚吃饱饭，从这边经过，觉得蛮热闹的，所以说被这灯火通明的灯光吸引进来，凑一下热闹这样。也希望今天有所收获。就是一个路过的概念。大家好，我是瑞阳，我也是来捧场的。哦，笑得有点尴尬。好，那个有朋友。大家好，我叫梁阿水，我是替人礼拜五的点阿志工，好，多谢。
有朋友还没自我介绍吗？大家好，我叫曹嘉伟，然后我是交大图文所的学生，然后我算是慕那个龙少老师的名额来的，谢谢大家。好想调查一下有几个人是为了讲者跟主讲者来的。那前面的朋友，我叫李博威，我是东海大学的学生。还有朋友没有自我介绍到的吗？好，那今天这个议题中，就是关于死刑的议题，不管是你支持死刑，或者是支持废除死刑的话，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再多跟一点的讨论，然后大家再想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时间就交给我们废死联盟的执行长齐怡，掌声欢迎，谢谢。